下面请您欣赏写对联，表演者张九龄、王九龙。啊啊、谢谢您啊，哎，刚才是我们这儿的这个流量担当，特别帅。刚才你不乐，他下去乐了。啊，流量担当叫秦霄贤，火呀！还有他的搭档叫何九华，哎，二位老师，二位说一段叫《结巴论》呢，好，表演的多棒啊！对，让他们二位呢下去稍作休息，哎，休息一会儿啊。这场呢，给我这个小小的中层领导换上来了，嗯啊，你臭不要脸，行了，怎么就中层领导了呢？九队队长嘛，哦，刚封的九队队长，今天呢就是我们九队的全体阵容，嗯、啊、嗯。今天是咱们九队的全体阵容，对，我是这么想的。那您这个队长怎么才二场呢？不是，就您得把机会留给队员们呀、啊，对不对？真有的说，哎、咱甘当绿叶好，嗯，是这个我们这个豪华的这个开业阵容，特别的棒。这个节目单我仔细扒拉着，我看了看啊、嗯，咱们在这里边资历什么都浅，不值一提，真是这样的。是，嗯，最近呢，好多人就说啊，这个九龄当上那个九队的队长了啊，有好多质疑声。质疑声啊，说这个年龄小，岁数并不大，资历浅。对，但是各位呢，我来德云社还早呢、哦。他来的时间长，我认为当队长挺实至名归的。是吗？我刻苦钻研业务，努力。我13岁就来德云社了，你瞧瞧，我拥有着比他们都要扎实的基本功啊、基本功。哦，你说的什么？基本功，基本功，基本功。嗯，虽然当上队长，咱也得继续往前努力。哎，低调。您也不错啊，我不行。哎，头发渐长，哎，头发渐长。你有完吗你？之前不是一个小秃瓢的状态。甭给我废话啊！这人叫王九龙啊，这是我的名字。朋友们，掌声得送给人家。为什么？这正经是您的天津的娃娃呀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争取啊，不给天津人丢脸。这正经是您天津郊区的娃娃呀，这是、嗯、对不对？你哪那些废话？他们家住在天津最暖和的地方，哪里啊？北辰、哦、啊，北辰。具体点，北仓，你知道吧？北仓就是特别的暖和。回家什么心情？四季如春啊。高兴，高兴，高兴！哎，别四季如春呀，高兴！哎，跟人九龙在一块合作呀，嗯、心里高兴啊。是，看见朋友们往这儿一坐，哎呀，满起满座，盛友如云，真棒！我们更高兴。好，但是我们今天上来也挺紧张的。都紧张。头一场天津，这师傅这么多年的心愿，终于回家乡演出了。嗯，演砸了就不好办了。那可不吗？我们德云社有舞台监督，就在后台。哎，就在这儿站着呢。就那儿呢。哎，这站着呢。嗯，上场之前啊，我们有这个单位的训话。训话。哎，舞台监督指着我们俩。哦，哎，九龄九龙，咱俩上去能给观众逗乐了吗？哎，这是稍微嘱咐一下，我们就答应给您逗乐，嗯，才有资格站在这儿。没错，你不答应逗乐吗？嗯，上来三句两句，您要乐了，什么事儿没有？哎，这算完成任务，圆满完成。是，要是在后边答应逗乐、嗯，往这儿一站，要没给您逗乐，那怎么办呀？到后台一脱大褂，舞台监督掏出枪来，啪！见嘛意思？崩死！逗不乐，回后台就给咱崩了。秦霄贤啊，已经死了。您啊。您别信啊，胡说八道，您这是朋友们啊，我还年轻，刚当上九队队长，我不希望折在各位的手上。嗨，什么叫折各位手上？能乐就乐，谢谢。非要跟九龄较劲，我就不乐，就不乐啊，就不乐，没有关系。嗯，下礼拜六是我头七，对啊。哎呀，没事，烧你的时候我包揽啊，我包揽。咱火葬场那边有收人，都有人，都有人啊！弄那塔吊给我掉下来，去你的吧！哎，说两句这个玩笑话呢，缓解一下，缓解一下。嗯，各位听相声，开开心心的。对，听相声啊，各位就来德云社。嗯，因为什么呢？啊，师傅教我们说相声，是嗯，说了好多的道理。什么道理？比如说师傅说，艺人拼到最后，拼的就是文化。哎，拼的是学历，这一点来说特别的正确，是吗？你说一个演员没有文化，没有内涵，嗯，你能走到什么高度啊？对，演员拼到最后拼的就是文化，文化。嗯，德云社就是例子。咱们，您看火的这些人都谁呀？岳云鹏。哦，岳哥。小本。小本啊，小本。张云雷。哦，辫儿哥。中本像话吗？他是四年级，这我知道，这是、啊、张云雷是胎教 啊，胎教啊，没听说过。四年级，这都是真的。岳云鹏上到6年级，嗯，张云雷上到4年级，四年级还有火的郭麒麟，哦，初二，
啊，就是初三。哎，你说师傅说的话有错吗？没错，艺人拼到最后拼的就是文化。嗯，但是师傅没说全，是在德云社想火拼的是文化第一。对啊，没听说拼文化第一干嘛呀？这一点来说，朋友们啊，我就有领先他们这地方了。哟，你别甭拍我，你怎么了？别跪下啊！我没磕头啊，我也我就有领先他们的地方了。您强在哪儿啊？我是德云社嗯为数不多的大学生。倒霉模样，你还大学生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先问问，先我承认我的学历呢并不高，但是我得问问你，你几乎就是没有学历。是我有学历，我也初三肄业呢，我也是，是这都真的，这真的不是我问你在哪儿上大学？我呀，我是你别抠手，你别抠手，你说，甭含糊。那我抠你手啊，我真的。别抠我手啊！我不是你，没有必要这样，没有必要这样。我问问，闲聊天嘛，对吧？咱回家了，就是唠家常，唠家常。我正经，我说了你不知道。你这话我不知道，观众都是有文化人，各位知道。你我在国外留学，那国外更有名啊，那个对吧？您说，你别抠手，非得说吗？你说哪儿？国外哪儿？说，我是那个哪儿？剑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、哦，不是，不是，那个、你提剑桥干嘛呀？那个麻省理工，美国的、哦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？你不是咱，您提点。不要跟你逗了啊！不是，你好好到底是？你现在把气氛弄得很尴尬啊！咱也不知道谁尴尬的。我正经是外国留学的。哪儿啊？哪儿上的？布鲁弗莱大学。哪儿？布鲁弗莱。具体点儿。蓝翔。蓝翔技校。你管我什么学校呢？不山东吗？你管我什么学校？还布鲁弗莱啊？管我什么学校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啊！咱后天咱努力呀！啊！咱后天咱可以努力呀！后天可以努力，对不对？啊！我们德云社有老有那个师傅把所有徒弟叫起来 啊，一块儿开那个什么那个文化摸底考试。有，对不对？我师傅这点做得特好，是让每个徒弟上家来、嗯、写那个默写成语。默写成语不是瞎写的啊，得写那个叫 ABCC 格式。不明白，就是你看还得就要求怎么我能说出这四个字很新鲜、哦、就是得符合自身特点，比如呢一说您就明白谁，栾云平，哦，咱们副总，我们副总啊啊，他自身什么特点？是文采奕奕，你看人家那是有文化，清华的人家是正经的大学生，属不属于符合特点？叫什么？文采奕奕。孟鹤堂，哦，孟哥风度翩翩，哎，人家比较帅气。他平常也捯饬自己啊，好捯饬，也就这俩还凑合。嗯，你再往下，下边，哎，这个谁？岳云鹏，哦，岳哥，贱吧嗖嗖，这就差点了。张鹤伦，伦哥，眼球颤颤，嗨，哦，眼睛震颤，哎，烧饼，哦，饼哥，面包片片。当了队长说话就是不一样，哎，王九龙也写自己，我呢负债累累，对啊，我欠人多少钱呀、啊、我，但是你们就都得跟我多学习，我跟你学呀，我考你几个字啊，我也好不 了，我考考你啊、嗯、看你会不会啊，你看啊，假如这是一杆一个喷，是什么？哎呀，这是喷什么？什么喷？就这不是什么喷、啊、你不要说北神话、啊、就是它是那个什么喷，什么喷、就是笔，哦，笔、啊、笔、哦、英文是吧？对，你那太难了，哦，喷，这是一杆毛喷，毛喷，哎，毛喷，嗯，这毛、就是、毛的英文怎么说呀？也不知道哈、啊。回来上布鲁夫来给你挖一下去。好，这是一个笔啊，就是一杆笔。啊、这叫顿笔，嗯啊，顿笔，嗯，一拉过来，这叫什么？一呀、啊，呵，小瞧你了啊！你别小瞧我呀，一呀、啊，嗯，再来一竖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念十。好，很好，是不是？药别停、嗯、啊！我吃着药呢，我这十啊啊，一撇儿在一捺，那念木啊，木头的木，木头木，一撇一捺，两个木念什么？林啊，三个木，森林的森啊，三个金，心，三个水，秒，三个火，摇。什么？怎么了？三个火念炎。哦，对，念炎。你看，我就说我学历不高嘛，初三肄业，他就是不一样。各位，这不是排练的、嗯，就跟真的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
哎，这才是我想要的效果，你看看。跟真事儿似的，我跟你说，真跟哪说错了？你看，哎呀，您太丢人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没事。到三个，这边一沾火我就紧张。三个火，咱念什么？什么盐？哦，俩不念盐吗？不是仨的。嗯，三个土，三个土念窑，我说对了吗？对对，念窑啊。三个日经，三个口品，三个一不认识。三呢？您这都什么排序呀、啊？人前面都上面一个，底下俩，这回落一块了，是怎么着？你怎么弄？他也是三呀、啊？不，还有吗？就你这素质，应该扔到渤海湾让你演出去，知道吗？你再来还有吗？有啊，你来啊！啊，刚才提到那个品是由三个什么组成的？三个口啊，三个口啊，啊，这口里边加一盒，念什么？口里边加一盒，对，这念日，很好很好。嗯，哎，在这个口这加一竖，盒上面加一竖，加一个竖，嗯，田。田地的田，田地的田啊，嗯，下边这树出头，下边出头那念甲，甲鱼的甲啊，你别拍我呀，这也没拍亮，嗯，这个甲上边出头，甲上边出头，对，念身，下边不出头，光上边出头，鱿，鱿鱼的鱿，上下都不出头，嗯，左边出头，什么你的上下都不出头，对，左边出头，左边出头，这我不知道了，不知道啊，有一个请教的态度 啊，为什么我能当这个队长还是有原因的，你不花钱了吗？我花什么钱啊？不是啊，你还人外甥的都没让你当，对不对？上下都不出头，左边出头，嗯，一个字念三个音，念三，你有病吧你？一个字念三个音就没有这字，怎么没有啊？啊，你看这个，这念什么？你看看他给我提醒了，这孩子 W 啊，你还不是你舅舅呢啊，对不对？ W 几个音？ W W W X X 大伯溜，对 X 啊，哎 W、哦、还真是念三个音 W W， 许他仨音，就我这仨音，您这也仨音，我仨音，那您这字念什么呀？告诉你啊，嗯，这一个口字啊，上下都不出头，左边出头，嗯，念什么呢？念什么呀？苍蝇拍。你再来一遍，你再说一遍，是不是这文化特上瘾、嗯？你再来一遍，上下都不左边出头，那什么？苍蝇拍儿，苍蝇拍儿。哎，您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左边出头，你还左你右边出头不也苍蝇拍吗？不行，左撇子右手打不准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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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乐，别乐。阿力哥。一撇儿 啊，一横，你到底什么呀？一横一撇儿念什么啊？一横一撇儿念场啊。好，广场的场啊，加一点儿，加一点儿广啊。哎，嗯，里边加一木床啊，加两个木马，加三个木不知道麻木。走哎，回来你等你拿我当开业那唱京剧那老师的家伙，好，我推你真走了你，麻木麻木，好，您给拆开了您这、那个。我说了吗？这三个木都夹到广底下，我说这话了吗？您这不怎么样，您这个、跟我虚心一点吧。跟你虚心什么呀？向九零学习吧。你有什么强项？抖音没刷过吗？欢迎来到九零年代，没有刷到过吗？哎，无聊、哎，就得这包 啊，跟我学习吧。有什么强项吗？吟诗作对。还会吟诗作对，你上过学，嗯，后边课文后边有感情的朗读，你以为就是声音洪亮吗？就喊呀、啊、不对，嗯，需要通过我的感情让您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就是代入感。朋友们啊，天津的懂相声啊，是废话咱不能瞎逗贫，嗯，一首李白的《将进酒》送给大家。你还会李白的诗呢？哎，就通过我的朗读，就感觉就您到了黄河是一样的。真的假的？您就闭上眼睛听，闭上眼睛、啊、再睁眼这瓜子就没了、嗯、啊，小偷，哎，闭上眼睛听啊，小偷需要什么呢？啊，提气，你不提气，提气、嗯、啊，这胸腔共鸣，嗯，胸腔共鸣，嗯，将进酒，倒霉模样，李白，孙德行，你看，李白，嘛玩意儿呢？你去，嘿，你不要捣乱，我这是情感觉，感情绪，该情绪。
将进酒，李白。李白他是个刺客，李白。他一般都打野，反正我要玩的我就得进他，真的我就进他。收一个李白，收起。阿珂这都是狠啊。将进酒，李白。要是能重来。我都呛了三回了，好好好好好，你让我喝下去行不行？喝喝喝喝喝。将进酒，李白。君，谢谢。怎么还搭给呢？怎么还？那别搭给，赶紧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还真不错啊。留下那万紫千红一片海。哗啦啦地歌谣是我们的期待，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。一个骚了好了呗，我倒死你，我倒死你，信吗？什么都不懂，什么玩意儿？你这不歌词吗？这是唐朝诗人李白写的诗，行了。后来经北宋的作曲名家凤凰传奇。说别。什么玩意儿？人就无聊。这就是那歌儿，说了半天。有能耐。你不怎么，你有什么能耐呀、啊哎？具体的。吟诗咱是差点啊，写个对联没问题啊。做对联。对呀、啊。可以吗？太可以了。那这么着啊，您啊也甭说大话。我没说大话。今儿当着各位，我出个题目，你能给做出上下联来吗？太好了。嗯。见着朋友们全是好词儿。外带横批。太对了。这话可太大了。横批叫画龙点睛。点睛之笔。我今儿在后台，嗯、我在后台有一个我们好多收尾的工作，打扫卫生。有一个保洁员啊，一个叔叔过来，他感觉到我身上也有那个文人的骚气，书墨气。你该换裤衩了。这开业不跟你一般见识啊！啊，有这个书墨气。嗯，他老远跑过来，就会给我出一上联，难为你。当时不假思索，哦，对出下联，再送人一横批。好好好啊！那我问问，这叔叔是怎么说的呀？那保洁大叔啊，噔噔噔跑过来出一上联。哦，厕所在哪儿？下联拐弯就是，横批走，你也走，像话吗？来问道的是不是？你出什么题目、啊，我都给你完美的应对。好好好，上下联点睛的横批，外带横批。哎，张老师，不瞒您说啊，我呀，临上台之前，在后台呢吃了套煎饼果子。哎，我们怎么才吃的鲍鱼和龙虾呢？我就好这口啊，鲍鱼龙虾咱不吃，天津美食，天津娃娃就耐这个煎饼果子。您给这摊煎饼的写一副，这小子我跟你说挺坏的。怎么坏呢？这个煎饼啊，对于这大家来说喜闻乐见，天天都吃，太常见了。我但凡要写的不好，那观众一下就听出来了，一目了然。能让您难住了吗？那您来来吧，上联啊，煎饼啊，煎饼摊儿，撑圆面稀刮开大，什么意思？你是天津娃娃吗？我是北仓摊煎饼，那撑是圆的，边上那面是稀的，㧟起一勺往上一浇，专业工具叫篦子，对吧？篦子刮开了，好，您给自个儿摊进去了，您这个不加个鸡蛋吗？这不去你的吧、哎，撑圆面稀刮开大，哦，这是上联，那下联呢？葱多酱少您卷上肠，哎，解释，多搁葱提味儿，少刷酱别咸喽，别齁了。卷上肠，各位一语双关，两个意思，品尝的尝，长短的长，真棒。行吧，撑圆面稀刮开大，葱多酱少卷上肠。那横批呢？越吃越短。哎，废话，可不都越吃越短吗？啊，这贪吃蛇越吃越长。哎，去，还玩贪吃蛇呢？哎、我诺基亚舍不得扔，我这太落后了。怎么样，好不好？不，这上下联还不错。好不好？这横批属实牵强。你换一个呀？再来一个。您这一煎饼，我发挥的也就这么多了。这么着啊？啊，您啊，再给这个公共厕所写一副。你怎么，你吃完就拉呀？你这个人。你才直肠的呢！啊，公厕，公共厕所，公厕人家有，有吗？有，哪儿？您那个上联写的多好啊！往前一小步，不是您别往，您说这是文明标语、啊，不是往前一小步，退后退啊，是退后。啊，第二不，我不可能错啊！那你说往前一小步啊？我说退后了是吗？您说退后干嘛呀？退后一大步，
往前一小步，退后一大步。对，横劈呢？尿脚上了。是不是？是往前一小步。嗯，您的文明进了一大步。文明一大步。哎，您说这不是对联？这就是对联呀。这是所谓的文明标语。哦，还有区分。您得做出对联来呀。对联写出都比他强。上下句带横劈。听上联啊。来来，进门来，呲牙咧嘴。这怎么呢？憋的呀。难受，上公厕都着急。那可不嘛，哎呀，手里攥着，哎呀，这憋死我了，吃什么都吃肚子吃坏了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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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着点啊。进门来，呲牙咧嘴，呲牙咧嘴。哎，那下联呢？出户去，展眼舒眉。这是拉痛快了。哦，舒服了吗？嗯。那横批呢？先拉后擦。嗯，漂亮。各位，这不要挑战这个横批啊！讲理，先拉后擦，到什么时候都得先拉，先拉后擦。你怎么拉？你是擦完了是吗？呛着了。你是该擦它了。对，您要是先擦后拉，废纸，还废裤衩呢，还废裤衩呢。你不脱裤衩啊？啊，我最近我也脱了，我最近啊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，进门来，呲牙咧嘴；出户去，展眼舒眉。哦，先拉后擦，先拉后擦。越吃越多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哎，别找我，想想都美。您分开了说行不行啊？您这哪先拉后擦，越吃越……不是一回事。好家伙，这俩不是一回事。您这色儿都吃出来，您这沁进去了，您这都是啊，都弄成这样了都。哎，好好行，张老师，哎，怎么着？您呀，啊，上那边歇一会儿啊。好，我呢跟观众朋友们聊聊天。我跟那见几聊天去。你赶紧走吧，赶紧走。你还见几呢？还，各位，我跟您说吧，我也看出来了，就这小子，就这个黑家伙，我跟您说。不是骂好人，知道吗？打一上来说的没有一句是人话的，说自个儿有文化，这跟着布鲁弗莱又吹牛，又这又那李白，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说自个儿能做着上下联，外带横批。您别说，上下联啊还不错，这个横批呀，啊，越吃越短呀，先拉后擦呀，这不都废话吗？这可不行。有了，我呀让他给您各位写一部。哎，要是写的好呢，您一会儿待会儿鼓鼓掌鼓励鼓励，要是不好甭客气啊，就桌子上退票是不可能，退票还不可能。您桌上不是什么茶碟啊茶碗什么的吗？甭心疼，就往出歇他，歇死他算我的，行吗？各位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谢谢，就歇着。来来来，张老师，来来来，哎，你怎么自个儿上来？哎，那多新鲜！您呀，哎哎，给观众朋友们写一幅，太好了 啊！给观众写是没问题，太好了。但是由于我这个时间有限，你要死啊？不是要死啊？怎么还时间有限呢？咱们就光写上下联，嗯，就不写横批了，可以好不好？不，不，就听横批，就听横。我赶你要是时间有事呢，你上下联都可以不用写。就横批说完了，就直接夸，完了，妈妈完了，我一连一人给你烧了就完了，就咱今儿拉到那儿，明天争取，咱头一炉，咱这人有势力，我给你找找啊。哎，观众就听横批，早就想给衣食，甭废话，衣食父母写了，来吧，您听上联啊。有天津的观众们，您对天津是最熟的，好的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，这都没用，下联。听我们说相声，敞笑开怀，横批，多福多寿，多福多寿。不是，这怎么那么好啊？我怕挨揍。哎嗨，他把实话说出来了，瞧你不长头发，我去你的，我都听见了，您憋着坏不行啊。哎，你这词儿可越来越好了，越来越棒。哎，这么着，今天呀，哎，也是个好日子，绝对好日子。您给这德云社开业开张，您给写一个呀。那咱准有好词啊。您来了呀。啊，准有好词啊。嗯，好词啊。哎，听上联啊。上联，贺5月1日德云社天津盛大开业。好，这上联。下联，迎四面八方衣食父母孝进门来，真棒。那横批呢？开业大吉。真不错。哎，太棒了啊，太好了。哎，就是热乎劲儿，给我写一副啊。给您写。写我快。好啊，早写好了。写我本人已死，有事烧纸，什么小事招魂，大事挖坟。横批呢？横批啊，北苍骄傲。对对对对。
北苍蛟那不怎么样，那个北辰一号就就过过过过，赶紧来写、写我好事儿。那有什么好事儿啊？好事儿，好事儿就是啊，哎，过两天呀、我结婚。谁结婚？我结婚。哈，谁姑娘那么倒霉啊？这是什么叫倒霉？那是她的幸福，那是。好家伙！我结婚，您结婚，我结婚，这么多年搭档了，那是我这好词儿，我都得给你，都给我使上。听上联，上联。宾朋贺喜百余位，什么意思？您人缘好哦，您结婚一百多人到喜啊，这么多人呢，百余位。下联，新娘携子两三人。哦，这不是怎么还有孩子呀？横批好，横批是进门当爹。我去，这世界很酷。